又 bug 了，我头像的特效怎么还在这？一言难尽，企鹅测评，价值一个普通的紫挂的坟婴到底好在哪里？白色渐变到粉色的樱花，还有加上那个什么金色的三个环，般若的是金色的环变成红色的，带有一点正在被火烧的东东，然后红色渐变到烧焦的黑，化身特效脚底下有种火焰的光圈慢慢变成红色，然后变成几道光束，再次渐变到焦黑，然后几道光束同时击碰头饰，形成一个红色的小火花，身边围绕着像是火焰的光束，渐变到焦黑色，然后脚底也形成一个光圈，然后撞击头饰，然后光束渐变成火焰的颜色，然后消失。蝴蝶是红色的，然后拍动翅膀的同时，身上还会不断有红色的烟雾，脚底下有一些焦焦的黑色烟雾，伴着光芒，然后形成火焰的颜色的光束，然后还有一点小火花。这个时候脚下会有黑色的烟雾，还有一点小火花。戴上这个挂件飞的时候就会变得更丝滑，般若走动的时候有一片片红色的小花瓣掉下来。美人就会变成白色的花瓣。